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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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吃完了。哦。我们刚才设定的就吃完了。是。对。
大概是怎样？因为我看不懂。你放轻松。嗯。因为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在车的时候要完全放松。嗯。不看你太紧绷了。不是，因为我手要拿着啊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看呢。嗯。这都看看，比如说你这个肝的。嗯。那个能量枯木的，那个不好，都有五号六号了一大堆。嗯。现在来看一下，还没有达到那种病理性的，这是暂时性的讯号。暂时性的讯号就是暂时，比如说疲劳、缺氧，属于暂时性的，不是病理性的。所以我们看的，就还没有达到所谓的能量，这是暂时性的能量的一个不足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，你大概是什么情况。预计未来会不会有什么癌症或是什么疾病，这个也可以做，看未来大概有什么情况。像这个心脏，这个是在肺动脉跟静脉的地方，比较不好。对你能量的一个讯号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能量讯号会给你是什么问题。啊，硬皮症，心脏功能比较不好，所谓心绞痛、动脉硬化，还有低血压，还有心肌有点狭窄，这个就是你的潜在问题。是淋巴，啊，这淋巴很多，支气管淋巴，这些都是讯号比较不好的讯号。你不要吃阿司匹林，对阿司匹林会影响你的健康。啊，你有贫血的现象，贫血的现象，那是大脑的动脉，或脑、小脑。啊，有低血压的现象。血压偏低一点，那血管比较长，可以从这样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大概的问题。脊椎呢，颈椎跟腰椎，啊，比较弱一点。那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达到病变的？从这边看没有看到病变的问题，但要注意骨质疏松的现象，骨质疏松。脊椎有点，要讲啊，骨质疏松还有硬皮，啊，这一些呢，都是有所谓的潜在性的问题，哎，还不是很严重，好，所以你大概了解吗？嗯，这个是可以做所有能量的检测，测产品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很好的帮助？举个例子，随便打一个东西进去散散，好，有没有帮助？进去这个产品，它有改善33%的效果，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讲的很多东西，但是能量，但是
这一些都是属于比较商业的角度，所以我不喜欢做商业的角度，要把真实呈现出来。好，这样可以拿下来了。OK 了吗？可以了。好好。